该这也是国道六号了。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哎、欸，对，这也是国三嘞、欸，在十六公里的，在十六公里才叫国六。我在想说国六怎么这么宽，不合理。哎呀，就跟我的人生一样，有的时候会有误会，但是误会解开了之后。彩虹里，目前订阅数来到226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滑鼠滑到右下角，按下订阅就对了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不顾一切往前飞，绝不后悔往前飞。那我的迎宾大厅。流水潺潺，就像我们的人生，不会永远平静，没有涟漪。有这种挺特别的玩意儿，我的意思到底是？
说中的小屁孩，屁两句还是？嗯，屁两个人生道理。这个话说得好。